今天吃的是这个炸酱面。炸酱面，我朋友和我说很好吃。我那天去大润发，正好看到超市有卖，就买了一些回来。这个当然不是一份哦，我下了好几份在这里面。我煮的时候就觉得它有一点点的酸味儿。吃起来还好。这个面软软糯糯的。仔细的吃，还有一丢丢、一丢丢、一丢丢的苦味儿，就是若有若无的那种感觉。它的这个面还挺好吃。哇！我从里面抽了一团，好烫嘴啊！我想卷一团大的。这个面吸起来有股奇怪的声音。
黑料包，你还记得是小豆子吗？吃不出来，不像是豆子，软软的。我现在嘴唇是什么颜色？吃小孩色还是吃土色？我应该是吃酱色。哦，被子也沾上了，擦一擦。如果喜欢吃这种软软糯糯粗粗面条的小